摆盘像是绽放花朵，层层叠叠超浮夸。上桌前别先急着品尝，得先拍照向朋友炫耀。蛮特别，而且 CP 值很高，很便宜。云林这一间意大利面走的是浮夸风格，每天限量十份蛤蜊意大利面，店家下料超豪气，不手软。一份意大利面配料蛤蜊竟然比面条还要多，算一算足足有60颗。云林斗六吹起餐饮浮夸风，还有铁板烧业者砸下千万进驻，里头的食材几乎都是空运进口。这只波士顿大龙虾伙伴连成一排摊开在客人面前，肉质 Q 弹又鲜甜，还有北海道空运帝王蟹从水族箱捞起，活跳跳，脚都还在动呢。鹿儿岛 A5 和牛油花分布平均，食材高档让单价套餐最高单价4000块，创下云林当地餐厅天价。这边的食材都很新鲜，那我不用再大老远跑到台中吃美食，不止美味，还得并行视觉享受，让浮夸美食如今正流行。记者林文斌云林报道。